好，咱这边有咧讲起，甲着当第一章啦吼，啊，即、這个约伯拄着所有遮个伊个身躯以外所有个物件拢失去吼，拢失落去，无论是囝，无论是财产吼，无论是劳保吼，拢失去吼。啊，所以即个时阵约伯伊个反应啦吼，第二十一节讲，我赤身裸体出母胎，也要赤身裸体倒转去。想死的是亚花，想去的也是亚花。亚花的名是应该得到、应该娱乐的吼。那么这个娱乐呢，咱就当看到一个，咱前边有咧讲起啊，撒旦在甲上帝讲吼，讲你吼，那卖阁继续甲伊保护吼，一定安怎会气杀你，对不对吼？然后前边咧讲起个气杀伊的原文，就是这个娱乐啦吼，讲字啦吼。啊，所以这个约伯的作者呢，约伯记的作者呢。啊，真趣味咧使用遮个用词吼。一方面，伊伫迄个撒旦诶顶面，伫撒旦伫甲上帝挑战诶时，伫讲啊啦，伊一定，吼、哦，一定会娱乐你。啊，确实，伊真正是照撒旦所讲诶安尼，就真正伊讲啦，摇花是应该娱乐诶吼。啊，那么即、這个有当时啊，圣经所咧记即款诶迄个所谓信用诶典范吼，无啥成人啦吼，吼，就是安尼，吼，即款信仰的典范，甲咱一般的人的反应拢会无相款吼，啊，所以啊，人有阵时啊，在读的时候，感觉讲啊，甲人敢真正有法度安尼，吼，人敢真正有法度安尼吼，啊，那是真正有法度安尼时，伊咧讲啊啦，讲亚华的名应该娱乐的，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吼？啊，是讲圣经内底咧讲起。一个态度啦吼，人甲上帝的关系爱建立一个态度的顶面，就是讲啥物呢？上帝，人伫伊的面前，除了娱乐以外，无有其他作为的可能性吼。啊，这嘛是真趣味，咱伫做礼拜时嘛是安尼的吼。咱伫做礼拜的时阵吼，伫长老教会礼拜讲，好做用上帝话做中心，对无吼？那么上帝为这中心圣经呐，读了的时阵，就爱安怎？圣歌对爱娱乐，对不对？吼、哦，圣歌对爱娱乐。那么这表示伫咱的认知的中间吼，上帝不管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人徛伫伊的面前吼，人面对伊的时，敢若有一个有一款动作会当做呢？迄、那个动作叫什么？叫做娱乐。吼、哦，啊，这是圣经内面啊，不是咱会当看到的物件啦，吼、哦。啊，所以我捌咧讲起讲咱个礼拜吼，咱个礼拜若是圣经读了迄个娱乐圣歌队个娱乐吼，咱今仔日圣歌队因为咱毋是迄款职业个啦吼，你若是像外国位个迄个大教堂吼，伊个圣歌队是职业个吼，那么职业个吼，因一礼拜拢爱献足侪条诗啦吼，啊，若无就无职业个水准啊嘛吼，啊，是款爱献足侪条诗吼，若是。照讲吼，伫即个圣经读了吼，干来当献娱乐的诗。我毋知影咱要注意咱的圣歌队伫献诗的时阵吼，啊，拢不注意伊的内容无吼？伊的内容其实足侪款吼，就是娱乐当然是有啦吼，祈求嘛有啦吼，啊嘛有立志的呢，啊都还袂圣经的话都上帝话都还袂讲完的，就开始立志啊吼。哎，为足侪是咱的回应诗。得用的吼，啊，所以因为咱的圣歌队吼，咱无法度要求因讲啊，一礼拜吼，逐礼拜拢练新的吼，啊，拢有学到的诗歌拢是新的吼，啊，然后搁都特别安尼，拢有无同款的吼，但可能咱要求较过分啦吼，都是那照咱的礼拜号的设计，圣经的读完，宣读圣经完，迄、那个圣歌队迄是爱用学到，所以咱迄个所在的听书拢是写学到吼，所以。伊这所在在讲吼，讲上帝摇花是应该娱乐的吼，啊，伊应该娱乐，甲伊头前有关系无？啊，其实无啥物关系，吼，伊的坚固安怎无关系？伊的坚固安尼嘛爱娱乐，坚固这款嘛爱娱乐，迄款嘛爱娱乐吼，嘿，啊，所以这个所在吼，伊二十二节，迄咱迄个作者伫这个所在吼，做一个辩论，就是讲伫一切事的顶面，约伯无犯罪。也无得上帝做牛工哦，啊，所以伊这样咧，算讲什么撒旦失败啦吼，啊，伊讲失败嘛，无真正失败呢吼，那伊讲人伊吼，
你若家己吼，篱笆拢家保护伊，拢家拆去，人一定会娱乐你啊吼，是不是？吼、哦，啊人开始人都真正娱乐咧吼，所以娱乐加重音，娱乐挂海头，啊呵，所以这作者咧写嘛，真注意哈。再来，咱继续看第二章啦吼，啊来，这个画面咧，佮走倒等于伫天顶啊吼，佮走倒等于天顶，讲佮有一讲。上帝正经徛伫遐，我诶面前，撒旦也来伫中间吼，即甲头前迄种同款吼，拢同款吼。然后我就问撒旦讲：“你对倒位来？”撒旦甲伊应讲：“我对地面上行来行去，倒转来。”吼，然后我问撒旦讲：“你有用心看我诶罗卜约伯无？地面上无人亲像伊完全正直敬畏上帝啊，远离歹代，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伊，无缘无故来毁灭伊，伊犹阁持守伊的纯正哦。啊，所以吼、哦，上帝吼、哦，虽然在天顶安怎，人伊拢有看啦吼、哦，有看到约伯的回应，对无吼？约伯的反应是安尼吼，伊讲啦，虽然你攻激动我攻击伊，啊，到底这个攻击是啥攻击的？撒旦哦。啊，唔过上，无啊，上帝讲我攻击伊，你是甲我刺激，互我来啦，攻击伊呢吼，啊不是，啊这所以约伯受攻击是啥物人甲攻击的哈？哎、欸，上帝甲你承认的吼？上帝准啊！咱想一个迄、那个。上帝允准歹事发生，吼、哦，甲伊家己予迄个歹事发生，啊，这敢无共款？无共款呢？啊，所以歹代志发生是上帝允准，还是上帝予伊发生的？甲伊挂所有的歹代志吗？啊，无啦，咱歹代志不管啥物歹代志啦，嘿。当然，你若讲因为人的私心，家己去做些歹代志，咱会知嘛吼。咱即摆在讨论苦难吼，通常较唔是在讨论迄款，咱真清楚知影伊的原因的苦难吼。啊，比如讲，伊讲有一个有无？一个人讲要即摆吼，即摆赛车爱做设计嘛吼。你若要过迄个行人穿越道吼，拢爱礼让行人嘛吼。啊，伊讲无一个人拢徛伫遐，拢袂叮当有无？哦，我讲徛二十五秒，徛到要变人顶啊咯，啊，从想到要开始震动安尼，对不对吼？啊，是讲有个人即摆可能调工要甲你试看恁遮个赛车的人有照规矩无？啊，所以临时临时，我即摆最近吼真食啦，即摆来直行拢无问题，吼、哦，要我正话咧，我倒话咧上大问题，吼、哦，倒话甲正话咧，正话嘛是啊，你要正话嘛是足大问题啊，啊，你即摆吼唔是个装出来呢？两三人甲你徛伫路角，啊，到底伊是要过啊，唔过啦？吼、哦，你想无咧？啊，你爱停嘛，对不对？啊，伊哪拢一直徛伫遐，你嘛爱一直停咧，因为爱三公尺嘛，对不？啊，即摆即叫做行人帝王条款哩吼。啊，即摆吾甲即摆来，即摆台湾的交通煞，可能阿边吼，行路上紧，嘿，赛车颠倒学，嘿。啊，我见咱即摆是讲闹一个人，啊，都白目吼，啊。要叫人汽车吼，是毋是会真正停落来啊？就总共强强甲撞开，啊叫人弄掉，啊咱讲啊这叫什么？这叫自作自受啦吼。像这款自作自受吼，咱会当理解，这袂，咱通常袂甲这款代志归乎上帝，对不对？会归乎上帝，通常是啥物？唔知影原因啦，啊就无缘无故哪会拄到这啦？啊人遐尼好，吼啊通常你若歹人拄到这，咱佫感觉讲啊，都。嘿，讲个逆一天无所得呀，吼、哦，嘿，自作孽吼，自作孽有可存吼、哦，啊，哦，天作孽有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了吼，讲逆一天无所得呀，嘿，啊，这款嘞吼，就是迄款咱唔知影原因，啊，这个人佫唔是咱所认知，伊应该是罪有应得的人，安尼时阵，这才会去纠缠嘛，是讲啊，到底上帝的意思是甚物嘛，咁是？就爱这款情形啦，吼、哦，就爱这款情形。啊，那这款情形，这个歹事是上帝予伊发生的，还是上帝允准伊发生？唔知。啊。
无啦，咱的认知是啥？咱通常会讲啊，这上帝温准伊发生的，因为咱吼通常不爱甲上帝甲歹代志甲做伙，对不对？咱吼因咱拢虔诚的基督徒嘛，可是，所以咱就不爱吼。啊，总是你看这个所在，伊讲啊，你激动我去攻击，要别对吧？安尼表示啥物？嘿，撒旦敢若使人尔呢？啊，上帝出手攻击的呢，对不？原来照伊的话是安尼。照经文是安尼看嘛吼，哦，啊，所以上帝出手攻击人未？佮耶罗伯，佮忠心正直义人，对无？哦，哇，这所以吼、哦，伊这个故事一个开始吼、哦，就甲读者安怎逼到角落，吼、哦，你要思考这个代志吼，就是去用安怎？逼去家己角仔边啊！你无啊大呐，无退路啊！啊，好好啊来想一下吼，啊，无你普通时，你普通时所在想的上帝到底是甚物型的上帝啦？吼、哦，啊，像咱讲吼，咱虔诚的基督徒呢，所以咱就不爱安那，甲上帝讲伊会攻击异人，对不对？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咱宁可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会赏赐异人啊，刑罚歹人嘛，对不？啊！上帝来伸手攻击伊人，咱认可，不爱讲，不爱相信。总是吼，佮拄到迄款甚物，佮拄到遮个歹代志咧发生的时，无辜的人来丧失性命，还是伫遐受苦的时，咱只有讲啦，啊，上帝啊啦，温准伊发生啦。啊，这是标准的甚物？这是在讲是标准的敬虔的语言，对不？哦，因为咱是好的基督徒嘛，所以拢爱讲这个标准的敬虔语言，对不吼？对圣经内底提出来，哦，这是伊啊，这作者呐，不会跟你算这哦，这作者直接就要跟你读者呐，别去你边讲，吼、哦，啊，无咱就无多讨论嘛吼，嘿、哦，因为那既然有标准答案，对不？还得免讨论啊，吼、哦，大家拢用标准答案就好啊，吼、哦，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吼，伊讲啦，上帝讲啊，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伊。无缘无故来毁灭伊，伊犹阁持守伊的纯正，所以吼、哦，这个代志可能已经发生一段时间啦，吼、哦，发生一段时间啦。啊无吼、哦，通常为当时啊人诶是有啥物呢？人若拄着歹代志诶时吼，会拄着一个叫做否认期，对不对？吼、哦，无，这无这代志吼，诶，一个否认期啊，了无安那，经过一段时间了才安那接受嘛吼。哦啊，可能伊头前即个反应，可能就是要搁伫否认期咧吼。哦，无，这毋是，这毋是，这毋是吼。嘿，我上帝袂安尼，我上帝袂安尼吼。啊，就是搁逐叫沉淀落去了后的时，经过一段时间了后的时，咱啦，可能就会搁无同款的想法啦咧吼。总是伫只不，只上帝讲啊，伊搁继续持守伊的纯正，表示啊，即个反应要搁安那，维持一段时间无改变啦吼。也有法相处，也有法退去吼。啊，所以吼、哦，亚华是应该得的，是应该而乐的吼、哦。来，这个时阵撒旦继续讲话吼，讲、哦、人用皮代替皮，尽管弃杀一切来保全性命。你伸手伤伊的骨头甲伊的肉，伊就要当面弃杀你吼。迄、哦那个赶快，这个动词就是迄个而乐的动词吼。啊、哦，就一定而乐你吼。好，所以讲啦，这皮吼。哦用别人迄个种死死倒去后，要死就变倒啦吼。嘿，啊虽然这物件拢无去啊，我人还好安那，搁安全嘛吼。所以这个是，嘿，伊安尼讲，所以伊搁继续安那，搁甲刺落去。吼，讲啦，你安那，你爱去伤伊的骨，伤伊的肉，安尼时阵安那，伊就一定会安那气死你吼。爱让伊安那有亲身经历迄个苦痛，这个苦痛不是别人的，是伊家己的吼。真正经历伊的苦痛吼，伊就要气杀你吼。所以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讲：“伊伫你的手，总是你爱保存伊的活命。”所以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提起来攻打，迄个拍玉璧吼，互伊对脚甲头拢生裂啊吼，拢生毒疮。好，这个时伊就写讲啦，啥物人拍玉璧啦？撒旦。所以这内底吼，伊内底吼，连咪讲上帝攻击。要变啊！连咪讲啥物？撒旦拍要变吼啊！其实拢是同一个事件，吼、
袂使给，袂使加害伊。嘿，嗯。就攻击的代志，所以伊算撒旦算上帝的拍手就对了。所以撒旦算上帝的拍手嘛吼。啊，而且伊个讲，伊就去个攻击。啊，这个时阵啊，讲何样啦？规身骨拢生什么？生毒疮啦吼，裂疤啦吼，毒裂疤吼，毒裂疤好。嘿，来。所以这个时候要别干来让坐伫恢复的中间，摕遐片来敲身躯。伊的某就对伊讲：“你还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欺杀上帝去死啊！”要别讲来讲，你讲话亲像愚妄的妇人。哎，敢讲咱对上帝得到福气，也无应该受到灾厄嘛？在这一切顶面，要别无。用嘴来犯罪，这个时阵伊敢无阁继续学了哈？会继续学了吼。嗯。你去做上帝。哈哈哈！哈哈！哈哈！系啊，伊阁继续学了吼。嗯。好来，伊这个某的角色吼，伫这个故事的内底。咱感觉这个某扮演什么角色？反串。护兵的。护兵。啊，你要跟小兵也小兵。安尼。啊，护兵。护兵的角色。要引诱要别个啦，去离开上帝吼。伊无甲约伯，我感觉伊甲约伯徛做伙呢。你，咱若去，病院吼，咱只基督教病院有一款叫 CPE 的训练有，吼、CPE 的训练讲爱同理心嘛，吼、敢是？咱即马足流行讲叫做同理心嘛，对。吼、你若要予一个人信任你吼，你爱甲伊徛同边，伊才会信任你，对不对？吼、对，爱甲伊徛同边嘛，吼、伊利亚吼，伊利亚。都走去到伫迄个官府的厝吼，咱前边有讲嘛吼。啊，去到官府的厝了后呐，迄个官府到尾啊，伊惊雄雄啊啦，着病死，对不对？所以即个官府甲伊遐讲啦，讲拢骂你啦，你无代无志啊啦，走来叫上帝想起我，所以发生即个代志对无？吼、哦，来，啊，你想吼，伊利亚会用啥物态度来面对？你今仔日你若是伊利亚，你要安怎教？这个官府安慰，你都爱对上帝有信心啦吼，敢是？吼，你想伊利亚要安怎去？咱即摆来讲吼，你要安怎伊利亚要安怎去关怀这个？咱即摆来讲吼，要安怎去关怀这个官府啦？上帝真正是无应该有这个代志发生。你要甲伊安尼讲，我会安尼讲。你安尼讲，你若无安尼，伊的心袂接受你安尼。安尼啊。唔免讲，安讲咯，你接比上帝而已。先接比上帝，你要开始想办法。先把他拉到同一，这招叫做通证。通证。先甲迄个妇人通证过来，啊，你要甲通证入去。好，应该唔是安讲。哦，袂使安尼讲啦。啊，应该讲啊，我来请教我的上帝，看应该做，要安怎来帮助着你？啊，解决你有这个困难，哎，因为太难过。嗯。所以爱甲安慰啦吼，爱甲安慰，咱的上帝袂歹心啦吼，咱的上帝一定有好的目的嘛，对吧吼？咁是安尼，安尼咁听下落。我无了解上帝意思安怎，我也请教看下。啊，但是上帝已经互伊惊死啊！惊都死啊呢？是啊，个啊嘛，要死个，请到死怎样会有死原因呐？哦，迄个原因。死个，死个问题。这样问题是，知影原因嘛，袂话咧。上帝手一定会啊。哦，所以这是要
我感觉迄个记载趣味的所在吼，伊总甲迄个囡仔抱去房间的内底，对不对？啊，开始祈祷嘛吼，啊，伊祈祷的内容是啥？伊祈祷的内容是啥？伊祈祷内容是讲吼，上帝啊，你若无代无志找我来遮吼，啊，有这个代志发生安尼咧。伊哩阿是真正是徛到这个官府同款的立场的。吼、哦，伊去质问上帝，讲是安怎？是安怎？你叫我来遮，让这个代志发生安尼？吼、哦。啊是。领导的无签到，是质问。无啦，拢是哎，所以讲，到底上帝，咱所理解上帝，甲咱的经验的中间所拄到的。认知无啥共款的时阵吼，咱从细汉去用教教教，伫主日学内底，伫教会内底，伫圣经的内面，咱咧教教教起来，咱对上帝有一个特定的想法嘛，对不？吼，啊，当你伫生活经验内底，你所拄到即个代志是甲你原底的认知有冲突的时，吼，啊，要安怎处理？吼，会使讨论未？会使进门未？对啊。吼。啊，谦卑，谦卑，谦卑祈祷，哦，谦卑祈祷，上帝，个施恩，安尼啊，有照顾，啊，安做，嗯，我无咧做这边，安尼吼，爱谦卑，内心谦卑，内心，唔责备上帝，想到你我做这代志，嗯，安都无，安尼无，好过啊，安尼祈祷都无好，安尼祈祷也无好，无。啊！你感觉伊哩阿基甲上帝讲啊，你无代无志叫我来接，好这个代志发生。我做无谦卑，伊哩阿无介谦，因为伊做大尾嘛。伊甲上帝讲啦，讲我全地下加剩我一个脚头有无跪拜呢？跪拜拜你尔嘛，对不？嘿，这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其实吼，圣经内底的教示吼，圣经内底的教示有这款方面，叫你爱足敬虔、足谦卑、足顺服，对不对？嘛有这款，甲上帝靠拍个的呢，嘛拢有呢，吼、哦，嘛拢有啦。所以迄唔是讲这个对甲唔对，就是讲不管你用什么款的态度，你是想要爱知，啊，想要爱了解，想要爱讲到底。我的生命拄到这款的事，有会当有甚物款的意义？你想要知影这个物件，只不过是你可能有的是用啊啦，有的讲啊顺服等，有的人有法度顺服等哦。吼，我就是安静伫遐顺服，伫遐等待，等待个我会当辨别的时到。有这款人无？有啦。啊，有甲上帝伫遐争的无？有啊，嘛是有啊吼。啊，你若要做上帝，你倒来我来吼。哎，特别你若是看到迄个无辜者的受苦的时阵，吼、哦，你想讲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这个纳粹的集中营，吼、哦，伫内底叫做啥物惨绝人寰嘛，吼、哦，哎，迄个时阵吼、哦，你要甲上帝讲啥？吼、哦，要甲上帝讲啥？吼、哦，哎呀，人做啥物唔对？啊，所以这个所在可能同款吼，这个位，伊伫这个所在，伊咧讲伊的某，其实伊的某其实唔是讲真做一个诱惑者。哎，今仔可能有一大部分的人看到要别这款的情形嘛，讲啊你安那，啊你阁真正要阁安尼，阁伫遐忍受这款的上帝吗？哦，啊你敢真正着安尼？啊，其实伊是要假徛江边呢？吼、哦，伊是要甲伊徛江边，都去讲吼，即、這个白目会约别安怎？即、這个白目约别，顶多甲骂咧，骂讲你啥物戆查某人。哎，这款用词吼，伫咱今仔一个性平观念内底吼，这款的用词算不合格的啦吼。啊，总是古早圣经啊，咱稍微甲体谅一下吼，伊迄个时代无这款观念嘛。吼、哦，讲你即个戆查某人，伊就来讲。咱敢若会当对上帝得到福气尔吗？咱敢无应该也是对上帝得到灾厄吗？啊，这大灾问呢？过一个拜神的人要得到灾厄来拜神的，大家嘛是要过平安，但是嘛要添福寿，对不？
过一礼拜神咧讲，哦，我就是为着要安啦，啊，就是为着要受灾殃，我来拜这个神，有无？嘛无这款的啊，吼、哦，哎，伊在问讲，啊，咱敢无应，咱干啦要对上帝领受福气尔吗？咱敢无应该嘛爱对上帝有领受灾难的可能性吗？所以吼，伊个哈第十集最后，这个作者佫落一个评论，吼，迄个评论写啥？伫这一切事的顶面，约伯无用嘴犯罪，对无？啊，伊的心呢？嘛无，啊，伊那强调用嘴，心所想，嘴讲出来。无啦，你作者是专知的作者呢，咱这咱爱知影吼，迄讲故事的作者就是啥物，是专知的呢，伊啥物拢知呢，对无？啊，无伊要哪讲故事？吼、哦，啊，伊讲伊即个所在头前吼，伊讲啦，伫咱若看头前一章的二十二章吼，嗯，伫一切的事的顶面，约伯无犯罪，有无？一切的事，逐项哦。都是伊甲即个后壁伊讲啥物，无用嘴犯罪哦，敢是？啊有差别无？无啦，同款啦。嘴啦，好。啊，出来要送口啊，你，他就开始咧嘴啊。嘿，无用嘴犯罪，啊心咧。心唔知啦，吼、哦、啊，嘴歹上界害嘛，心歹无人知嘛，吼、哦、对。啊心咧，诶奇怪咧，伊这来讲，伊无用嘴犯罪，哎、啊，头前伊是讲啦，伫一切的事的顶面，约伯拢无犯罪，吼、哦。啊，直接强调讲，伊无用嘴犯罪啦，意思吼、哦，伊无口出恶言。当时吼、哦，咱等者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约伯开始讲话的时阵，伊第一个讲话是咒诅什么？生日呢？哎，等于在咒诅上帝对伊的创造，对不对？是不是？好、哦。所以伊无遐尼啊，作者无遐尼啊，把阿哥到底心是啥货，唔不一定哦。吼、哦，伊到底心肝内想啥是，嘿，还是要真病了哦。伊干来个肯定讲呐。伊无口出恶言，伊无用嘴去恶了上帝，嘿，就离开上帝安尼尔吼。了后呢，咱就看到约伯三个朋友出现啦吼。讲约伯有三个朋友：提万人以利法、苏瓦人比得达、拿马人舍法吼。这名拢足唔是以色列啦吼，就是讲啊，伊个就是算。中东地区足阔的所在啊，连伊迄个堆下来、堆下来、堆下来安尼吼。听讲有一切在下临到伫伊的身上，达人就对本地约会的约束所做回来，为伊悲哀安慰伊。因远远仰目观看，认袂出伊来，就大声啼哭。达人拆离外衫，将土粉往天啊扬起来，落伫家己的头壳顶。因就甲伊同齐七日七暝啊，伫对面，一个人也无愿意讲一句话，因为伊极其痛苦吼、哦。啊，即吼、哦，即痛苦到啥物程度？讲痛苦到呾亲像死啦吼、哦。因为七暝七日，这是一个对一个人的死亡的哀哭的时段啦吼、哦。就是讲，一个人呾亲人过身，爱为着伊。哀哭七暝七日吼，七日久吼，啊，所以这就表示讲啦，伊用这个描写咧讲起吼，约伯的朋友嘛，看做讲啊，这甲死差不多啊啦，吼、哦，这款的坚固吼，哎、哦，也无比死较好啦吼，啊、哦，咁是吼，所以底下讲痛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因坐伫迄个所在，用迄个悲伤、伤悲伤的动作吼、哦，然后开始来，好、哦，来。甲伊做伙伫遐来哀哭吼，来伫迄个痛苦的中间啦吼。
好，啊，因为伊甲你讲啦，讲约伯的苦痛到极吼，就是讲无法度搁较大啦吼，苦痛无法度搁较大好。所以伫即、這个即款的故事的背景的下面咧吼，啊，咱要开始来看第一轮的对话吼，对第三章开始的第一轮的对话吼。来啊！要别大声打破沉默哈！要别来先讲话哈！啊，其实呢，这个第三章哈，伊这吼规个后边拢是用诗的形式在表达啦，吼，拢是用诗的形式在表达哈。啊，开始讲话了哈。咱当讲第三章就是伊一个哀歌哈，就是一个悲哀歌啦哈。啊，通常哀歌就是安那，有人死啊在唱的歌哈。啊，国家无去啊！你唱的歌，吼、哦，啊，这叫做哀歌，吼、哦，啊，这就是用哀歌的形式，吼、哦。所以，咱来当看，讲、哦，这以后要别开嘴，吼、哦，就七每七日了，要别开嘴，救助家己的日，吼、哦。伊只生日，这是当然，这是伊的，咱的翻译啦，吼、哦。啊，总是伊讲伊是家己的日啦，吼、哦。这个家己的日头前冇出现吼，就是讲伊的囝伫家己的日的时阵有邀请兄弟姊妹做伙到伫伊的所在来宴乐吼。迄、那个家己的日啊，通常这个家己的日就是啥物，即生的日吼，互人生落来的日吼。好，伊安怎照做呢吼？伊咧照做家己的生日吼，啊，这非常的有文学气息吼。啊，这人哪咧讲的，这听起来就足像，迄看起来足像咧唱歌戏就开始迄、那个吼，啥物调啥物调就开始出来，啊，就开始念七句吼。七句吼，七字啊，就爱开始念落去安尼吼，啊，开始伊讲啦，愿我生的日，吼，甲讲我讲已经有怀着男婴的迄个妹，拢别无，愿迄个日变黑暗，愿上帝无对顶面找伊。愿光无照伫迄顶面，愿黑暗甲死阴哦，夺去迄个日，吼、哦，愿目魂停伫伊的顶面，愿日时的代志安怎讲啊？啊？啊？日时还日时？日时的，日时。天到食日，啊！另外人讲就是。无啦，应该佫有较敢去的讲法吧。伊个台语和日本的读看卖啊，台语和日本的迄个第五节安怎写？第五节安怎写？日时写到啥物啊？无要紧，互伊读。是咪？伊个写法，汉语本个写法，英文文啦，汉语本，是安尼？无，这毋是，毋是，伊个是愿火日变黑暗个，拍惊伊，伊是自始讲火日变黑暗个啦，伊翻译做火日变黑暗个。啊？嘿，日时这个台语唔知安怎唱哦。这台语，来，所以吼，伊就做迄个日，无光，对不对？无光，那日应该有光，对不对？所以伊这个所在，你来看，咱来想迄个上帝创造的顺序吼，起头是黑暗。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对吧？所以称迄个光做日，称迄个暗做暝，这是第一日。所以迄个顺序是对暗到伫光，这是创造的顺序。总是伊这个所在哦，要救助迄个日是对光到伫啥物暗，所以这是一个反创造。吼、哦，这个拄啊是一个反创造。所以
伊啊，伊五万安怎？伊五万上帝予伊个性命，都创造伊个性命，是安怎？是无存在。吼、哦，啊，其实伊是咧咒忏啥物？咒忏上帝创造嘛。吼、哦，伊咧咒忏上帝创造。就是即个较白较白话讲话，就是讲卖假生出来的意思。总是卖搞我生出来，即句话讲起来要阁无够强烈啦。伊即个所在，伊直接基因上帝，你的创造是唔对的。好，所以伊唔是干呐创造伊迄工鸟，甚至啊啦，规个创造拢唔对嘛，对不？对，伊已经有讲出迄个光了吼。嗯。因为人的出世和光无关系，迄、那个光是。有出世一定是出世吼，你敢若有人拢专门在研究迄款，去予医生宣判死亡了，搁倒转来，迄款的会专门在讲采访即款的人吼，啊，册咧叫做死亡，有些讲死亡九分钟吼，即款的册啊去采访迄款的人，伊讲吼，即款濒死经验，就讲临死的经验，搁倒转来的人在描写吼，有讲超四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安怎？会先看见，敢若是经过一个崩坑了后，看见大光，安尼吼，看见非常的光吼。我见，吼、哦，你讲的我见。你有经验过吼？哦，啊，即款的吼，即个学者因在研究吼，讲是安怎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有即款的共同的经验，吼、哦，就是吼，因为迄就是人出世的迄个瞬间，对妈妈的生门出来的时阵。看到光，吼、哦，迄就是人出世的第一步。所以，迄款的人出世的第一步是刻掉伫人的头壳内底。甲人哇临死的经验的时阵，咱讲人生的跑马灯佮走出来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走去摸出来。哎，只不过是咱已经可能你伫已经袂记哩迄个部分，总是安那。你的身躯、你的大脑，还佫有记忆着迄个部分。所以，伊是安尼在解说，就是讲人出世的时阵是对暗。到底光，吼、哦、啊！上帝创造嘛是安那对暗到底光这个讲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伊要表达的是安那，是让迄个光安那消失去，吼、哦，让无去。啊，迄、那个人哦，我救助伊安那，去用吓惊，学什么吓惊？学日食吓惊，吼、哦，咱古早人足惊日食嘛，吼、哦。哎、欸，我过来，哎，摕当鼎出来吼，哎，个个个讲，把迄只天狗啊啦，吓惊要走，对无吼？啊，若拄着地动嘞，咻咻，无地动倒来，嗷嗷嗷，安尼嘿。哈哈哈！哦，那个叫地牛。嘿，对，地牛，哎，乖乖啦，恁较早得赶牛，我唔知恁要捌赶牛过无吼？哎，赶牛的是牵牛，哎，牛若咧起拔的是弄安啦。嗷嗷！啊，即吼啊，大家爱定地动时，大家爱撞出去对无？撞出去了，该讲啦，啊，佫翘好哦，吼、哦，摇嘛翘好，啊，着嗷嗷，对无？来，古早人对住即款天象吼、哦，有伊古锥的一面啦吼、哦。啊，若看到迄个日食的时阵，安那锵吼，嗯。啊，讲是。以前对这个天象的改变是非常的惊吓的代志吼，啊，所以我嘿到吼去上好去讲起哦，这款代志啊啦，嘿到去讲总唔敢出来哦。上帝啊啦，上帝创造，甲我创造去讲啊啦，总对啊啦，对这个时间的中间啊啦消失去吼，变无去。啊，所以伊这个对暗甲光，然后伊五万对光搁倒转去暗，其实是咧否定上帝创造的美好呢。因为是安那，你若像约伯啊，你敢袂感觉上帝创造是美好的？哦，虽然上帝创造了，讲伊看做安那，看做好啦。今仔你若约伯，敢袂看上帝创造最好？啊，上帝创造上歹的迄个就是啥物？就是我啦，约伯咧，哦。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大生吼，伊创造，伊啊，佫毋是干呐救助伊从生落来迄工尔，伊佫连救助伊受孕吼，就是讲啊，迄伊个老爸佮伊个老母做伙去骂伊嘛呐，伊嘛救助吼，所以讲啊，第六十公元迄个暗暝吼，
去哦，搁较黑暗安怎？落去暗暝已经作暗嘛，对不对？啊，幽暗就是不比暗暝的暗搁较安怎？搁较黑暗吼。黑到底是什么黑？吼吼吼！啊，所以伊暗幕落去吼，无伫泥中的日子吼，也无入伫月中的数目。原迄个谜无有声音，其中也无欢喜的声音。原迄个咒诅日子，阁会当惹动哭泣的吼，咒诅迄个谜吼。咱若看到迄个内底，迄个要笔记内底有哭泣吼，一定要想到是咱伫动物园看到迄款哭泣啊。咱因为咱袂晓翻译。吼、哦，迄就是一款咧大只的海怪，吼、哦，吼、哦，迄一只大，一款大型的海怪啦，吼、哦。啊，迄款海怪吼、哦，伫海的中间，啊，咱知影古早人对海充满敬畏甲惊吓，吼、哦。诶、欸，你若去看讨海的砖头，比如特别济，是安怎？因为人若出海的时阵，你完全无把握，所以拢爱靠心明，吼、哦，啊。上高起神的，就是迄个做山内底人，迄个做死人啦吼。讲啊，做啥物？讲顶死管下死，低头管本机吼。啊，我去管低头嘛吼，所以伊上大吼。啊，徛伫遐拢足安稳的吼，所以袂感觉有啥物生命的需要性。总是海边的人，还是讲靠海在生活的人，伊拢对海充满敬畏，因为海有阵时安那向上就安那打滚。那古早人咧想讲，迄个海会引起甲骨，通常毋是安那，毋是其他的原因，拢是安那伫内面的海怪，对不对？迄大只的兽安那，大只的海怪伫迄内底安那兴风作浪，啊，所以就会产生迄款的、迄款的情形吼。啊，所以讲伊咧，迄、那个原咒诅，迄、那个会当咒诅日子，佮会当惹动哭泣的意思就讲啦，会当引起这个世界混乱的。会开来，吼、哦，迄个当做啥物代志来救助迄个谜啦吼。啊，而且哦，第九十公馆迄个谜啊啦，永远黑暗，就是安那袂变做天光啦。吼、哦，原迄、那个一黎明的星吼，会当变会变做黑暗，咱知影吼。有一粒叫做，拢叫做晨星嘛吼 ，Morning Star 吼 ，Morning Star， 啊，迄粒晨星就是当天要曝光的时阵吼，啊，所有的星的光线拢看袂到，但最后剩一粒吼，迄粒会看会到的迄粒吼。那是金星。嘿。K 明星，吼 ，K 明星，啊，这有当时啊有好的意思啦吼，伫创世纪诶，伫启示录内底，迄个讲迄个 K 明星吼，就是咧指耶稣基督嘛吼。啊，就是你若看到迄个 K 明星，就表示安那天要光啊！吼、哦，看到迄个 K 明星，因为别个星拢看袂到啊，纯粹就是天要光，就是讲啦，五万起的星安那暗暗，拢无看，啊无看，意思就是安那没有早上，吼、哦，无天光，吼、哦，无天光。乌云天啊！啊，乌云天。啊，伊可能是要互你乌云天尔吼，伊讲去讲，哎。现流行一出电影叫做《倩女幽魂》有无？好，《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哈，诶，歌词讲啊，哦，什么明天不要来，黎明不要来，对不？哦，啊，这一个意境完无同款啦吼，人个黎明不要来是讲不爱好伊个所听迄个女鬼安那，因为光线入来了，所以爱离开，对不？好，所以叫黎明不要来，啊，这个所在是安那？五万迄个梅永远袂过去，哈，迄个梅永远袂过去，甲咒诅迄个梅拢永远袂过去。五万光就是无得讲看，五万袂得，也无法度看见早起的光线。是安怎伊要咒诅迄个这个迄个梅？第十讲。因为吼、哦，要甲怀我胎的门关起来，意思讲啊，予伊顺遂生产落来啦吼，啊、哦，也无将患难对我的目睭温藏，啊，意思就是讲啦，无予这个患难离开我的目睭前，哦，
我今仔拄到这个代志，所有的源头就是我去用生落来啦，啊，我若无去用生落来是安啦，啊，搁较源头就是安啦，我的阿爸、我的阿母吼，嘿，因迄个吼结合啊，总安啦，总互我真胎啦吼，互我真胎，啊，这拢爱救助吼，因迄是安啦，迄是我苦难的起头，吼，啊这。一个人爱到什么款的程度，才会有这款的心境？足切呢？极端，足切，对不？足切。问题是讲，伊哪无伫迄个时间，上帝讲，啊，你好啊，死死的。咱一般来讲，咱吼为当时啊多层足久的人吼，也是讲已经身躯真虚烂的人，无活力的人，伊拢会甲上帝求讲呐，堪要甲我带转去嘛吼，莫阁我经历这个艰难吼。哎，是安那约别拢无甲上帝讲，啊无你花死死咯，代志拢解决啦，免阁就做甲上帝甲创造的事啊。哦，一死百了嘛吼，哎，死死就好啊，那伊那拢无求这個。不，按若讲拄着足艰苦，伊就会求死。哎，敢若伊利亚有无？伊利亚倒走倒走走到尾，就甲上帝讲啦：“啊，你我死死好啊，对无？吼、哦，啊，伊无伊利亚的聪明呢吼。哎，无求死啊，煞快去救助啥？救助个进前去安尼吼。啊，无去啊吼，加载吼。加在伊无求死，所以咱来读四十二章。哦哦，啊！伊除了救助伊受瘟迄天的暗暝，佮除了救助伊出事的迄个日子以外呢，继续呢？伊讲，那无爱互我出事就死，才讲我是安怎那无出母胎就来死？为什么那无互我伫出老母的腹肚的时就绝开呢？是安怎有人甲我捡落来呢？是安怎有人用恁甲我饲呢？那拢莫安尼时，我早就已经倒咧安歇咯，对无？哎，这个所在吼，咱甲翻伊个中文的圣经，翻作躺卧安息吼，其实内底吼，拢总有四个动词呢吼。迄内底其实有四个希伯来的动词啦吼。迄、那个希伯来就是讲倒咧、安静、困、搁安歇安尼吼，所以伊甲翻作躺卧安息啦吼。嗯，讲啊，早就会当倒咧啊。十四章趣味，讲甲什么？甲地面上为着家己起风波的君王甲谋士，也是有金甲银堆满厝的王子做伙安歇。哎，这个讲哈，死嘛吼，啊，唔是干那死尔咧。父母。哦，啊，伊会当做伙呢？伊甲遐什么大官好呢吼？诶，古早的人迄啦，较好去啊，做官做较大吼。啊，拢会甲家己准备啥物？准备将来要去的位吼。啊是安歇伫遐要创啊？吼、哦，诶、欸，其实吼、哦，通常吼、哦，若会准备陪葬的物件吼，一定有迄个生命延续的可能性，伊才会陪葬。吼、哦，会讲有遮个查某囡仔，生命延续有两种可能性，一款就是伫阴泽地府继续伊个生活，吼、哦，像那像台湾吼、哦，台湾古早嘛有陪葬的，吼、哦，啊是讲迄个炸作些物件做伙走的吼，迄、哦、就是安那，迄就是要炸去倒阴府伫遐好好啊继续伊个享受的生活，啊唔啦，不过一款就是安那，有期待要搁活的。亲像埃及的金字塔，迄基台要搁活，就讲你一定是生命要继续延续的才有啦。吼、哦，啊，若剩的呢，若无对无迄种观念的，通常都袂有陪葬啦。
吼，袂有迄款背诵，讲啊，搁哦捡起一大堆的人来，还是讲捡起一大堆的物件做伙带吼，都无迄款情形。那么伫遮呢，伊咧讲吼，我若卖出母胎，还是讲我一日出来就死，吼，一日出来就无命。或者是安那，无人好好甲我捡，吼，难产来死，吼，无人好好甲我捡落来。啊那安那，或者是安那，啊，拢无人甲我饲奶，无人甲我饲奶，啊，就安那。安尼吼，我就会当亲像遐个死人像一款安那，吼，拢安休，倒嘞好势，吼，倒嘞好势安休，吼，伊伫遐咧讲遮个代志吼。所以吼，伊个质问就是讲，啊，若无要互我出事个时，就死啦，啊，若互我去拄着遮个代志吼，遮个代志吼。啊，十六章呢，伊讲啊，若无吼。嘛，怀胎的时阵就流产啦吼，啊嘛好吼，哦流产嘛好吼，啊所以一早了在讲吼，讲亲像温热未现，啊无到期来落的胎，规滴无，佮亲像无看到光的影啊，吼，伫遐的歹人吼，煞娇娇，困苦的人来得到享安息，受累的人当得到安逸，无听见毒工的声，大细拢伫遐，萝卜脱离主人的辖制，受难的人是安怎要有更好因呢？吼、哦，伫这个所在，咱先看看这个十八节的所在，十九节的所在啦，吼、哦。所以，伊这个所在讲，那不爱好我安怎？怀胎中间中断。咱叫做什么？老体流散，吼、哦，那不爱好我安尼。那好我安尼的时阵吼，我嘛会当甲遐安怎已经死去的困苦人得到安乐。哦，所以伊这内底有两种，一款是咩？社会关阶层的人，一款是社会低阶层的人。社会关阶层的人，因吼不管接触偌济，人因嘛得安乐。社会低阶层的人，死对因来讲安怎，佫较是安乐，是安怎？拢袂够阿变，吼，拢袂够阿变，吼啊，所以吼，你若互我卖出事的时阵，就去互难产死，或者是我怀孕的过程底下来流产，安尼呢，人我嘛会当甲遮个所有的死人像一款安那，啊，我都拢安息伫迄个所在，唔免阁承受遮尼大的艰难嘛，吼。二十再讲啊啦，受烦的人是安怎要更好因呢？心中忧愁的人是安怎要予生命好因呢？因确无死，却袂当死，求死赢过温重的珍宝。因找着芬芳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是阮捌上帝，佮将伊四面围困，是安怎要佮予伊有光呢？哦，啊，这个所在就是吼，啊，你若要予伊苦痛，吼、哦，你若要予伊苦痛，是哪要佮予伊生命？哦，啊，你唔足挑工，吼、哦，你都予伊死就好。所以你看，这是一连串拢在质问上帝呢吼。对上帝创造伊的生命开始，甲上帝所予伊拄到的艰苦，吼，啊，拢在质问上帝。啊，质问上帝是讲，啊，你若要予伊痛苦，你若不爱予伊死就好。啊，咱若看足侪人倒床足久的，咱嘛安尼问吼。就是玉璧是当着极端的困苦，先开始会去想遮讲遮嘛。嗯。啊，伊进前遐个哦，伊了。伊当着好康的时。当着好康的时，伊开始无去质问讲：“哦，上帝，你该予我遮好康？”哎、啊，伊做无正常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啊，这是普遍的人性嘛，吼，好康的时拢袂去想讲。无啦，好康无人好。好命中的人无第六家啦，嗯，哦，敢是？好贵哩，
好过日咯。哎，你讲苏格拉底要做哲学家嘛，爱有一个足歹的某吼，对吧？哈哈哈！那个，对啦，对啦，讲，单雷公了后，甲泼一汤面汤啊水了，讲哦，单雷公了后，拢会得到。苏格拉底若无因某嘛，无遐尼嘛，未遐尼伟大的哲学家呢，吼，是不是？所以哦，人若在顺势的时阵，较有人去问迄个问题咧。所以，无需咱用安尼个道理来理解人。伫顺个时阵，袂去想讲啊，上帝你该予我遮好康。嗯。但是伊若当着歹个时阵，上帝你该予我遮歹康。对咯。啊，因为咱信上帝，就是要予伊保庇啊。对啊，比予伊保庇个时阵，就是好康个时阵袂想着歹康时。无啊，保庇就是要好个，哪讲保庇较歹？敢毋讲哎？家你祝福讲，愿上帝保庇你愈来愈落，无这款祝福啊。咱拢袂安尼想嘛，袂安尼讲。嗯。好、嗯哦、啊，但是迄个人生是流动的嘛，吼、哦，伊、嗯、个好甲歹拢是流动的嘛，无一定讲一直好，啊嘛无一定一直歹。啊，伫这个伫这个动态的流动的，有碰到好嘛，碰到歹的时阵，好的是咱就讲哇，就。顺数袂歹啊！啊，歹个时阵就是找个理由、找个借口来质问上帝。人是毋是拢会用安尼方式来做出即个反应？小可歹袂啦。对，小可歹应该都还够当接受。嗯，小可歹袂啦，大歹。啊，大好个时嘛袂去想来想。会啦，咱通常若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若足好的心，拢会感谢上帝，互我足好个。会啦，其实是会啦，袂讲无啦。总是吼，咱认为讲感谢上帝，互咱足好个，即上帝应该做个代志啊。吼、哦。啊，无咱甲拜要怎啊？所以咱一个开始，咱顶礼拜咪就是讲伊即个。在讨论一个问题，人敢会因为无因单来对上帝敬虔啦？人对上帝敬虔会出自无任何理由袂啦？遵守诫命，吼、哦，你讲新命记对无吼？新命记嘛讲叫你爱遵守耶和华上帝诫命，要创啊？得着活，得着重生啊！伊嘛是有目的性个啊！吼、哦，伫圣经内底有足济神，他拢有目的性啊！改变是为着要得到祝福。对啦！啊，伊嘛，互你这个祝福应允啊。哦，啊，上帝嘛是安尼啊。甲阿伯拉罕讲，你离开你的本家本族，诶，你的家本地本族，你的家老爸的家，去我要支持你的所在。伊后壁嘛是对应允，我有你真做大功啊。啊，所以伊这内底要笔记内底在问一个问题：人会无因单？来敬畏上帝未啦？我出这了，那是该设计一个反问啦吼，反问就是，上帝嘛是因阿伯拉罕甲因啦，甲因讲你若甲安那，我就表你子孙安那吼，所以上帝嘛用种方式咧，看人咧做。无啦，伊无甲伊讲，伊伫讲你个要互你个子孙吼，你个子孙要亲像天顶个星，还是讲亲像地面个土粉，伊遐无啥物款个条件啦。即个所在无条件，伊有条件是伫十二章，伊要呼召伊出伊个本地个时阵，伫遐讲你离开即个所在，然后往我要支持你个所在去，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迄个所在才有条件啦。啊，所以讲人敢真正，讲人敢真正有迄款信仰是无有任何目的性的啦。啊，无你敬拜上帝要怎？哦，嗯。嗯。
我敬畏伊，因为我知影伊是甚物款的上帝，所以我敬畏伊。嗯，爱伊本质是啥？公义，又疼，爱哪？又疼。啊，若有一日你感受袂到伊疼的时，嗯，安尼吼。爱跟你同在，会安怎？我知伊无去什么，我知我虽然讲拄着困难，拄着迄个人困难的时阵，我虽然生气，虽然讲想袂，我唔知影你为虾米阁无我拄着安尼。我都生气，啊，我感觉我唔爱跟你讲话，我嘛不爱跟你祈祷。所以我就做我。结果尾啊，我是讲。我用迄种刀片的方式，我发现讲，上帝永远伫边仔咧保守。上帝若无甲你保守的时，我毋知啊，但是我感觉后来我就转起来生气，过去，搁伫生气的中间，我就发现讲，原来，我伫生气，那像迄一个囡仔生气就走出去了，伫迄个中间，伊永远咧过去。对，啊，所以嘛是因为讲到一个关键叫做固守，拄啊是撒旦咧挑战上帝的所在。啊，你拢甲固掉咧，啊，这就一款目的啊。啊，所以要总是要搁，就是你嘛是拄着，你嘛是困难，你嘛是拄着难的，啊，总是迄个中间有执念，有生气。啊，所以。咱看约伯记，伊拄拄啊伫头前迄个故事，伊已经甲你交代啊，上帝的故事安怎摕去啊，拆掉啊，吼、哦！伊撒旦嘛拄拄啊在甲上帝质疑这个代志，你若卖甲固守的时阵，伊若知影你无咧甲固的时阵呐，啊，咱因保守这个字眼吼，就是甲你硬的啊嘛，吼、哦。啊，咱投靠上帝，就是嘛是有一个目的，期待上帝甲咱保守啊。当然，迄个保守无拄拄，就是讲啊，互你做好个啦，是讲互你逐项拢做顺遂啦，是啊，总是你着感受着伊个保守嘛。啊，即嘛是讲，伫约伯记内底，伊个前提就是讲，连迄个保守都感受袂到啊。对啊，即个过程。啊，对啦，啊，即嘛就讲，伊毋知咧，即问讲，人有迄款无因单个信仰无？应该是爱有呢。应该是爱本身，因为你认捌伊，你信仰你若无，你若认捌伊，你若无爱，你当然就袂产生关系啦。啊，你既然信仰，已经讲着信仰，无因单的信仰，啊，这个信仰我唔知影迄个。就是讲你还佫会无因单，总我拢无为着甚物款的目的，我就是敢敬畏上帝呢。我无啥物目的，我拢无啥物目的，嘿。啊，上帝要甲我保守，唔甲我保守，迄拢无要紧，嘿。哦，上帝放咧好啊，拖西人嘛无要紧，好。哎你。你倒一日你无了解伊做啥嘛是应该，而且我个人为着上帝，我因为伊是上帝，我学了伊，迄是一个伫咱的灵性生活内底一个时点吧。毋是讲随时安尼，也是讲你即马开始用到有一日倒安尼，不是，我是感觉一个人生的规个过程内底吼，你会拄着，啊，毋过嘛会，啊，约伯记主要就是要讲。
我咧会当看伊伫迄个中间的时，但是会当想啥，我家己的经验内底是，我会当有法度像像伊安尼嘛。啊，毋过根本上伊就是毋是正常的人啊。对啦，伊毋是正常的人，啊，迄个情形嘛无介正常。对啊，所以就伫迄款的伊用迄款故事咧来用的是，就你想着到像我牧师咧讲讲，啊，有可能安尼嘛？啊，上帝是安尼的人安尼，伫迄中间我们去反想着咱家己的信仰生活。会啦，我想我们人会当做，伊去做上帝，就是创咱老迄个信心去做上帝，创造咱在咱心内，就咱知影讲上帝是关的是一件，有那个梦可以。嗯哼。所以这是一个去用，这是一个设计这本册的作者是要将人逼到伫边角的中间，然后去。反省咱伫信仰的团体内底所修到的教导，咁真正就是安尼。好、哦，反省，咱其实咱用主日学来讲，咱伫主日学内底，咱教囡仔教足侪观念嘛。好、哦，啊，遐观念，有当时啊，甲咱成人起来了后，咱会知影讲，迄个物件唔是讲，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安尼唔是安尼呢？吼、哦，因为人的生命是动态，所以咱会阁用无同款的角度去思考遮的所谓教导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嘛是同款啦。一方面，新民记的心态足强，而且新民记的心态有官方的官兵伫遐来在推动，就是讲有迄个政治的力量在推动这个所谓新民记的心态。顺服上帝就得到重生，无顺服上帝就安那就灭亡。哦，这款上帝是迄、那个，那亲像迄个法院内底迄个女神同款，目睭乌咧，甲客亲啊，伫遐得亲的迄款，迄是遮尼啊公平公义的上帝。好、哦，啊，这款的神学，敢是唯一人？伫生命有法度经历唯一的神学，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吼、哦，伫迄个人的生命的中间，伫迄个释放的内面，所会产生出来的，吼、哦。啊，我想要必记有足侪这款的讨论啦，吼、哦。好，啊，我想咱今仔先到这个所在，咱后礼拜再继续，吼、哦。因还有足侪朋友爱讲话咧，吼、哦。嘿，啊，大家朋友拢会加，大家朋友拢会加约别宽面。呵呵啊，右边吼，其实就是吼，无啥爱互伊宽面吼，吼，吼，啊，这款一方面人拢要甲你宽面的时，另外一方面你阁无爱互宽面的时吼，啊，这款的回应是非常趣味的啦吼。好，咱后礼拜咱再过来继续去的第四章吼，来，咱做来感谢，祝阮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做伙来查考右边记。也伫阮有限的中间，啊，阮对伫遮个古早、遮个作品所留落来，啊，遮个思考，也帮助阮会当来有较宽阔的目眼界，来伫阮的生命的中间，伫阮的生活内面来经历主你的同在。阮恳求你来祝福伫阮伫即个所在的分享，也互阮当彼此来得到造就。在我们信仰的道路的顶面，啊，我们有好的同伴，做伙互相提携来求进步。就我们在你的祝福的下面，我们也得到更加多的领受，啊，我们的心也得到更加坚固的建立。主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啊需要倒转去家己我们徛起的所在，我们恳求主你的脚步，利用你的恩典继续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所行到的位有主你的平安，甲我们三个同在。我就通将你所享受阮的平安分享到伫大家所阮教的位，恳求主你也继续祝福阮，予阮的教会伫你的听的中间，兄弟姊妹彼此结连，也做伙来对吹祝你欢喜的价值伫阮的中间，也予阮真侪整个台湾社会的祝福。我恳求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保守阮头前的路障，也予阮甲阮相合行，也予阮真侪你要祝福台湾的器具。
愿当心伫你面前献上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